在修理这灵气就甲抓清抓明，会当较好修嘞吼。啊，若有啥物因果，你讲若有鬼，我再来解度化。大家很多知，很多知，来这个开心起来无？詹叔，今日很伤心，一只降刀。你刚都答应没有？得出来修理这气啊！讲我知，讲我知。陈叔，你也看哦，伊这个小女儿有带天地四角位，还佮娶着了，知无？唔通叫走向去，啊无一个这少年你也兼着了，无知，知影无？讲我知，再讲，甲地主这身体调较好咧。再讲，再讲。陈叔，把酒杯给。开心个点好，开心个点好，开心个。口罩先个拔开，来，这口罩先个拔开。天时紧急，即卖已经三座坡道，唔通阁延迟着，知无？以及伊这消防员有带天命，唔通去砸着咯，清楚无？这个照讲也是我那领奖办事，知无？啊，有领奖办事个，伊即嘛有领奖办事。陈叔，啊，你甲办干个即个查某囝，你看对你收好啊，对我收好？你看来，你讲，即嘛要你讲哦，对你收好来，对我收好？你给他开看。你来讲，讲无要紧。大刀开金线，你甲看是你要甲娶，我甲娶到。看清楚。你看嘞。讲出嘴来免歹势。你个地主娶遐济年啊，啊，这个无同呢，你知影无？这个、小仙女无同呢，你要伫金庙身躯边七仙女下凡呢，你知无？你看你要甲教我甲教。你要甲教我教，你怎样甲讲啊？讲我清楚啦。我看是啦，我教较好啦，是毋是陈叔？你即种办伊袂惊，我无骗你啦。你要相信无？你的天资领悬。大刀破团，人庙归金，开好紧，听有无？
旧岁都总拢指挥书，但是即马是咧团队的时阵啊，唔是干那咧办这些呢，知无？安尼，因为即马三期佛教天地要修行，众人若无求道，皈依拢无得了生脱死，清楚无？所以即马唔是干那办旧岁这些呢，爱办修行多些啊，了解无？好，来往前来，来手合掌，是不是你还没回答我消息呢？那个小女的是你看，是来和弥勒祖师教课，你要教，你要讲个清楚，你看呢？嗯，看是来遮较好啦吼，是安尼就较点头咧，是毋是？好，安尼你有答应好，安尼好，安尼退下。地主吼，所以你吼，咱某娘讲禅师伊来讲伊领职工吼，啊派真重，啊所以讲伊也是来遮教较好个，你知无？你家领什么工？嗯，你讲这个无形指，你家领什么工？你也唔知，你过去灵山是不是去家领什么工？有，还是讲领什么？遐济啦。